你知不知道艾伦为什么跟你走那么近？你以为他真的喜欢你？他对谁都那样。说够了，说够就走吧。小梦，送客。我知道作为一个母亲该做什么，用不着你教我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我会回去陪女儿的。我没挂你电话呀，你不是说完了吗？还有什么不清楚的？你想说什么呀？你有病！你不要脸，你贱货！对我就这样怎么了？你管得着吗？是，我们离婚了，没人知道。你凭什么呀？你是神经病吗？对，我有今天全靠你。你是我的大救星，你是我的大恩人。苏局长，您多厉害呀！弄死我啊？随便呀，那你快点啊。好啊，我就等着你。我告诉你，别把我逼急了，逼急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。Peter 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他们的生活状态不一样，这让叶芝凡不知道会怎么样。他和王维凯在一起，他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他，他来不及想那么多。Thank you.
公司来的。说好了让你在家陪孩子吗？怎么还出来了？这是我前夫。这是我爱人。艾兰，坐下，坐下。妈妈不能陪你吃晚饭。妈妈在和叔叔在外面吃饭呢。就是你上次在家门口看见的那个叔叔。叔叔给你买了。一会儿和妈妈一块给你送回去，好不好？别喝了。你陪我回去吗？
什么时候来的？坐。Thank you.
Peter， 我都睡了。你打开邮箱看一下。让我看什么？看了你都知道。不会给我惊喜吧？哎，来大家，我觉得咱们大家应该以敬刘姐一杯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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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句话说的对，太差了啊。你就是神经病，你可以去死了。说完呢，我跟你说啊。
那个时候我在英国遇见了我最亲爱的表弟。那个时候他特别特别的瘦，那很可怜，然后他没有钱交学费，他也吃不上饭，他一星期只吃一次饭，一次。对，他还被他女朋友给甩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？啊？帮他交学费，帮他找住的地方。后来我就回国了，他说他舍不得我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回国了，回国以后呢，他说他想做生意，我就找朋友介绍给他好多店，他做生意。然后呢，哎，对，这个时候他就认识了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女孩，他们就一起谈这个生意，谈得特别好，谈得特别开心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说什么呢？都不知道你说什么。照片的事是不是你干的？减刑，我对你不好吗？我知道你拍的这些照片是为了给我看，想分开的理由有很多种，你为什么一定要伤害我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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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是。艾伦，
小凡，你又查岗啊？小凡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？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呀？你这么做让我们怎么面对皮特？让我们怎么做人呢？小凡呐，是不是有人故意陷害你呀？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得向 Peter 解释清楚啊！喂，小凡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喂？
事情不是你干的。什么事情啊？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。什么是不是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樊姐，你没事吧？樊姐，你开开门。樊姐，樊姐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真没事。我睡觉了。憔悴。
种刻骨铭心的。